中了乡林景文化季老日展开，阿公阿妈创业水果作秀，为民众来介绍当地农特产品。尤其是今年林景大丰收，冲击市场的介绍，因此透过文化季的活动，希望将林景甲加工的产品推销到各地。搞阮中寮的特产吼，会当吼推广到全国，让全国拢知吼，会当。你要中了吼，哎，甲阮买这個人参干吼，尤其今年特别济吼，啊，价钱嘛较上一注啊，无像去年遐尼贵吼。有位咱中了来吼，会当来参考看卖咧吼。啊，咱的农友农家嘛，真济家家户户拢在背吼。啊，咱农会这边嘛有做栽培的服务，嘛需要会当甲农会这边来结合。在各界贵宾共同参与之下，进行林景造起火仪式，嘛，让参与游客会使体验古法行林景观的制作过程，必须经过四天才达到完成。哦，林景是打了用林景树去背，啊，伊背的时阵是靠烟熏，所以说我们这个炭皮龙眼，它有一个透湿的味道，还有它的 Q 度。青吼，算讲放起来时吼，伊就未堪咪讲外久吼，它一礼拜较久就害去啊。啊，即烘烤起来吼，像放个几年、一年拢也无紧就对啦，无正钱拢也无紧，也足好食。中央向公所表示，活动将一直到10月5号，续来三礼拜，拜六甲礼拜日，伫林景拿休闲农业区安排各种丰富的活动。欢迎各地游客甲中寮铁佗，品尝在地优质农产品。记者吴新采访报道。